下午的专属酒单，酷的东西在下午可以让你喝到，是浓癌了，对啊，被夹菜的那个酱瓜，谁有吃过大猫黑瓜？有点像西瓜汁，那个太顺了，会更 creamy 一点，剥皮辣椒的吃，太阳不辣，层次非常多元，顺口，有质感的一间酒吧。我们今天要开箱一间在西门町白天就可以喝的质感酒吧，有兴趣的话就要看下去哦。明亮酒吧。Pretty, but it never goes as planned. You think it's funny, I'm just trying to be a man. I wanna show you in the best way that I can that I'm so in love with you. Try to be serious, but you can never tell. It isn't easy to confess how hard I felt when we've just been friends since the day we met. I don't know what to do.Cause how can I try to cross all the lines that we've always had between you and I to sue if I'm just a friend to you。这是进五项都会有的 welcome drink， 就是去抢有地瓜、凤梨跟苹果的香气，本来来自秘鲁当地，他们用的是盛产的谷物，他们会用紫玉米。然后我们来到台湾，我们台湾其实玉米不是我们主要会吃的谷物，所以我们换成紫地瓜。哦，我没有在吃地瓜吗？有，以前乡下人就是吃地瓜，旱鸡崩，旱鸡崩，紫地瓜还比一般地瓜贵。哦，闭嘴，是这样紫地瓜做的。对啊，哎，好，你看我们颜色。先看看味，然后没有酒精，有一个地瓜的香气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喝了。要先点酒单。伟伟，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酒单吗？信封中里面放的是我们的酒单，为什么会在信封中里面呢？瓶中信的感觉。那打开的话，就是我们这一季的航行的主题。这一季的酒单叫做 A Sailing Without， 故事定调在16世纪的航海贸易。这一次的酒单里面有很多香料的呈现，16世纪都是香料贸易，开着帆船到全世界去游荡。酒单前面是一种中世纪的帆船开始，后面的话是远离的倩影。哦，酒单多久会换一次？一年才换一次酒单，每个月都会做一些不同的小活动，不用担心说哦，酒单喝完怎么办？现在有什么小活动？高粱活动，金门酒厂希望台湾年轻人可以开始喝高粱，这次找了我们的调酒教父阿 K 做一个用38高粱跟58高粱做的高粱调酒。这一次的酒单总共有三个章节，旅程的开始，第二个章节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，所以是文明的交流，第三个章节的话是心灵旅途，生理需求满足之后才会来到心灵层面，在两点开门，还有观光客，慢慢的做有个体验，准备一些轻松或低酒精饮品，很开心喝一杯。下午只能去开飞厅。西门上班族要乖乖上班哦。这个酒单的话是5点之后才可以点的，下午有下午的专属酒单。下午的酒单比较轻松的调饮，像是 honey 带点气泡啊，香槟形式类型的调酒，很酷的东西在下午可以让你喝到是 Long Island。下午就喝 Long Island， 下午就喝。哎，我们家 Long Island 真的喝不到酒感，酒精浓度都糖得很漂亮，让你一口就可以先喝下去，清爽版的感觉。对，等一下就喝这个吧。Oh my god， 我们这一季有比较好玩的话，大帽黑瓜做的曼哈顿 LA 被夹。采的那个酱瓜，荔枝的马丁尼，下午的第一杯酒，轻松一个甜甜的开始。有酒感，但又甜甜的，虽然舒舒服服，预想是真的甜甜的美酒，但不是奶鸡就对了，有点惊喜。我很怕荔枝，荔枝酒恶心要烂掉的香气。我们这杯酒里面没有低糖，确认没有低糖。对对对，哦，有在浓哎，没有在客气，在烧。我们做一些清爽的版本，下午一样可以享受酒精里的快感，快乐，快乐就快乐快感。这是一支会被黄标的影片。快叉，快叉就有更怪。大猫黑瓜汁，然后跟肉跟 whisky， 然后还有 Russell 粉 mousse， 然后 blended 在一起之后，豆浆滤布，然后直接过滤，就会看到一张澄清的样子。里面没有黑瓜本人，里面有黑瓜本人，用 blender 把它打碎。我就问谁有吃过大猫黑瓜，那就会告诉我。但20几岁的弟弟应该没吃过吧？嗯。但其实瓜味没有想象中那么强，有一个咸味。哦，酱油其实有一点点，就是像这样发酵的味道在里面。哎，这个 baby boomer 那些群会喜欢。你说假模也长大的那一群吗？但我跟我爸爸讲，所以带来一个 fusion 的地方，叫大猫黑瓜。没想到大猫黑瓜会出现在这里吧？没想到 Manhattan 可以这样做，把威士忌变得蛮顺口。这边只有下午有2点到5点哦，只有这3个小时喝得到。还可以来这边工作。对，你可以黑瓜。配黑瓜，然后配电脑。吧台这边都可以充电的，可以带电脑来这边工作，一边喝的很 chill。但是台湾 GDP 可能会有点堪忧。蛮好吃。它其实材料
它就是他们下午都会像喝这种 April 开胃酒的东西，搭配新鲜的柳橙汁 blended 的方式，达成气泡这样子的样子在里面。它叫咖喱巴迪，咖喱巴迪，咖喱巴迪，这是意大利的，对，意大利诺。你知道很多咖啡机，就喝一杯就是那种很清爽带有果汁这样子的 cocktail。那基底酒是就是开胃酒，开胃酒是一种酒，带一些些草本啊这样子的味道。有点像西瓜汁，真的耶，西瓜汁也像蛮漂亮的，像木瓜牛奶。讨论下午酒单的时候很坚持这杯一定要在，就是一杯果汁，对对对，很像一杯果汁。这古城洋应该会行，完全可以直接刷掉，而且这很顺，这个太顺了，怎么这样奢侈，可是完全可以刷掉。对啊，是不是一点点的苦味，苦味这还是跟果汁不同，苦瓜蜂蜜的感觉，就是苦是在后面，前面是蜂蜜。比较带一次，是喜欢美酒的应该会很喜欢，比较养生点，因为它有一点苦味嘛，苦味真的觉得死甜或过甜的。人生啊，有时候会这样，先甜后苦。这都扯人生。上面的那个是咖啡跟椰浆的粉，我们把咖啡跟椰浆烘干之后跟液态蛋打碎，里面的话秘鲁圣木做烟熏，搭配上凤梨汁澄清的打成泡泡的样子，木质调的调性烟熏的味道。我们有用到这个地瓜酒在里面，赤山县的地瓜酒比较绵密，整体喝起来的口感的话会更 creamy 一点。它还有用到杏仁酒跟梅杜莎的 rum 15年深色调的 rum 为主，香草啊香气也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，建议上下可以一起喝。花莲剥皮辣椒的汁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食物是剥皮辣椒冷面，剥皮辣椒果肉拿去做冷面，然后用汁，然后做成一个油糖醋撒控的做法，一个经典的调酒跟厨师会共用的一个辅材料的一个做法，搭配苏格兰的威士忌，做的也很像海宝清爽气泡，花莲很阳光风光明媚的一个样子，然后就会做呈现，跟我们原本那个大猫黑瓜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呈现，一样有咸香，但它整体是气泡，然后很清爽的。有考虑要加个抹汁吗？你可以考虑，花莲麻薯，花莲全部加进去。这个大杂烩的想法。真的很没层次，先喝清爽。我是臭豆腐女王，剥皮辣椒的。清爽感，再喝一下那个辣感在哪里？波味，蛮特别，就是附近有一个香气。我们使用农会的剥皮辣椒，也是它没有很辣，我才刚买。跟你一样，闭嘴！你要喝酒辣的代表，小心点。国际奶，哦，剥皮辣椒的那个汁香气，对，然后跟一点点咸，会怕辣的朋友也不用怕，跟它一样不辣，所以 OK。我再跟大家讲，如果漏肚子，不辣的话怎么会漏肚子呢？而且这是透的透的，国际奶。他说都要喝的，99对啊，被你喝的好恶心哦、喔，甜甜，你会害人家店的人搞歪，甜甜的在笑，我怎么会停不下去？甜甜香香咸咸。甜甜香香咸咸，皮亚都没层次不同，来喽来喽来喽，我进我要讲话，快先闻到味道，提亚米苏香气，喝进去之后呢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但是有一个冲击感，烟熏味，烟熏味，对他喝到了，国际名模的高度就在此，艾雷岛的威士忌在里面，艾雷岛，艾雷岛的威士忌就是喝烟熏，艾雷岛在哪？不知道，但觉得不要搞得我像失学，苏格兰地理不及格的国际名模，闭嘴闭嘴，一枚烟熏味我喝出来了，有冲击感。一个甜点变到 whisky，、但它又没有 whisky 的呛度，因为甜甜的嘛，对，甜甜的。其实也没有微微加一点点的甜甜，在里面是哦。他笑人先听进去，我这边真的很酷哎、欸，很酷，层次非常多元，跟西门町一样。啊、这边好特别哦、喔，我觉得来就是要点这杯，叫做什么？土豪土壤？什么土豪？土壤与灰烬。勾芡。土豪在这里。他们是有那个特殊的可乐，外面比较没有的、哦，你还记得吗？对，哪里？澳门？澳洲？澳洲？所以跟你今天讲那个土豪有什么？澳洲的低卡可乐，很顺口。他们家都是强调一个顺口，酒精包在里头。一般那个长岛冰茶，像我这种宿醉早就想吐。好有说服力哦。你喝到的会是一个冰茶，舒爽的冰茶，其实喝不出来有什么酒精哎。这是我们的 Bottle Cocktail， 先运营一下，可爱的小动物，它叫黄喉雕。这瓶酒里面只有三个原物料：琴酒、药草酒、台湾的高山茶。那我们那时候很想要找一些台湾高山元素，但又不想要被用掉烂动物，像是台湾猕猴、黑熊之类的，太平山上会出现台湾的原生种。个性很讨人厌，因为蛮喜欢偷东西的，手上偷了一个茶杯，上面带着茶叶，耳朵上是我们小小的 logo， 直接倒出来就可以喝了。这是另外一个就台湾特色的酒。
哦，好屌，好 Q 哦。这杯是550，但它的墨数也比较多一点，清爽，它是有高山茶的香味，茶香气。其他的调酒都是450，这杯是550。脆的味道，有菌的那个香气，清香，杜松的香气。我们今天推荐了一间从下午就可以开始喝的酒吧，而且也是西门町我觉得目前最有质感的一间酒吧，不排除其他的酒吧自己努力联络我。哎，也联络我。在台湾的话，就一定可以来这间酒吧看一看哦。没错，我觉得下午开的有质感的真的很爽。像我就是不想去咖啡厅的人，这种完全就是每天都会来。为台湾 GDP 努力，谢谢。耶耶。好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不想订阅也没关系啦，再见。小铃铛，好，拜拜。先帮我拍 close shot， 拿出酒灯。好，拿出酒灯。对。手模。我手，干，早知道剪指甲。等一下哦，我觉得你的光线不美。来吧，你调一下，我调调八。好啊好啊。这样你地位变得太碎了。对。把你的脸弄黑了。嗨，林青怡。Hello， 我不要入镜，我不要入镜。你这么风骚，我有镜头恐惧症哎。你怎么今天那么风骚？因为今天来西门町啊。西门町要穿的。对啊，因为你穿这样名媛风有什么关系？我的耳环。昨天新买的银色的。你现在是爱疯了是不是？爱疯了。可以，你很适合。名媛喝起来怎么样？名媛看到镜头已经快要吓尿了。名媛要懂得面对镜头。假名媛，不会是永和来的？你懂我永和来是来骗的。常看那个地瓜酒本身的味道，是很稠的。哦，其实很好喝，吃得到那种地瓜的沙沙感。同志小煎饼。Esther， 你要介绍吗？他眼睛红红的。我想说，你介绍吗？对啊。说两句，他突然瞬间放大，放大完就玩具。对，先底使劲摇。哎，我们今天穿浅裙，我们应该在 logo 这里吧？他们的肉干，肉干，太好吃。哎，先说我们今天是情侣装，这重要吗？观众在乎吗？名媛来啦，永明，永和名媛，等一下，跟大家讲一下的喜讯。哦，永和名媛在1月21号的时候就要登记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哦。谁看？你还在有何去攻守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。You know I keep you by my side, but maybe I'm just blind, or maybe I'm too serious.